请收看《慧心世界》金刚百折波罗蜜经。心中一笑。无上甚深微妙法，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百千万劫难遭遇，五经经文必受持，五经经文必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愿解如来真实义。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咱各位已经大学啊，所有贤修同修代表啊，各位十方善知识，啊，咱今日继续来甲各位讲解《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啊，《金刚经》的殊胜，这是伫提醒咱人，跟咱的灵。咱的心啊，心灵真重要。啊，若是一个人，敢若重视着世间的利，那么是无够。啊，当你生活问题解决了，啊，咱的命嘛是有够一个坎站来。我接下来咪上重要去修咱心灵，所以咱每礼拜四，咱伫台中道场，咱就请咱的杨校长，就是前更新护理学院杨克平校长。啊，伊是虔诚的天主教徒，但是伊所领受的、所修的，是包容着一切咱人的灵性、心、心甲灵三合一。啊，所以咱现主动修啊。我嘛足欢迎恁每礼拜四暗时啊，用来台中道场来共修心灵、心灵的升华、灵性的提升。啊，我也请杨克平校长啊，应到咱大安寺。主持圆觉法师，咱春节将会切切的时，高师傅，咱请杨校长，伫咱大安寺来上这个身心灵的修行，好无？我好，哦，这是足需要的啊。但是，那么提升身心灵，要建立在平安。无烦恼，无颠倒梦想，无跨界，无恐怖的基础之上，啊，那这就爱需要易经加风水学。所以易经是咱人生方向的一个大导师，风水学妙法。是咱建设家庭，建设咱的事业，安定
这位工程师。那么一经以风水学是王禅老祖师尊道家书房以后所传的妙法。那心灵呢，就是我们的灵性。王禅老祖这样开始你学一经研究风水学这是孤孤单单的咱人的平安一时的平安呢并不可能代表保证你一世人的平安，那么这个只有自己来学这个法，学这个道曾经咱一位老信徒伊都话真平安，囡仔嘛真乖，事业嘛算真顺利。那有一天，伊都来甲我师傅啊，我这啥拢无欠，我所欠的呢，可能我死以后唔得要去倒位啊。咱烦恼一死以后咧，唔知有好大无啦？我讲你话真古锥了吼！即摆忙啊波咧，直直减少呀，万死也无有好大啦，甲万死也无有好大。咱真神仙咧！电视有舒服啊，炸死我唔甘愿。伊就说：“伊有钱，生了问题，卡得足艰苦诶。”伊就斤斤计较，爱有钱，爱有事业，爱稳定啊。稳定以后咧，一直都感觉以后唔知要安怎。我哎呦，来谈咱的课啦，来谈咱易经啦，风水学，佫爱兼上经，一面上经。伊就听人讲上经咧，伊讲上经，我袂晓上经，佛祖听啦。佛祖伊是要听我上经，要创啥呢？经都佛祖传的，是安尼，就叫我一个上经，佛祖听。这个身心灵真重要的课题啊咯。我讲，咱上经。咱意思就是将佛祖圣人所留下的经文真言，用咱的嘴，咱虔诚来读，经过咱的耳孔，听进脑海内，摄电，然后进入咱的心电，经读出来，自己听着声音，然后进入咱的心田，心就会安宁。上经的意思就是安尼，因为佛身体往生。涅槃放掉啊，接下来呢，就是留下伊的性命，就是经嘛，这就智慧的性命。所以啊，你爱上经的道理，咱爱上经的道理，这就提升咱心灵的升华。咱的祖先完成这主发界有缘的。无缘有情无情的，拢伫咱心内。因为心，咱大个足大个，地球伫咱的心中。是诸天，这个星球、太阳、月亮、九大行星，拢伫咱心内。
但是心内中有偌济灵性呢？比如讲，咱地球多啊，地球六十几亿个人口，死也无剩，外六十外亿个人口，要有烟灰乱动啊，各国族人伫地球上，咱咧人囥伫心肝内，地球咧心肝内，啊，你遮大个心包容。哦、所以你爱照着念经的因缘呐，圣人早就甲咱开示着，咱每个灵性所需要的智慧甲真言，对，叫做咒，叫做经，叫做禅。所以你照安尼来上来读，读了经过你的耳腔，钻入咱的念头，钻入咱心田。每一字每一句拢是灵光闪闪，所以你念偌济经，一念灵光都是经中一字的灵光。啊，每一念灵光诶，即个幸福刷，幸福的刷。那么一条幸福的刷遐尼济，你要如何会当海每条刷变做金色色的金光刷呢？啊，你就只有你用念经，啊，经的意思加上你的念头来自己转家己的念。哦，用经文的意思，诶，内涵，你念经直直念，啊，这可能你心内，那安尼来呢？你的功德是无量的，尤其上亲近离你上近呢，咱念头转入咱的。心内的第一关头前呢，就是咱的祖先的灵啊，咱的祖先父母的灵啊啦。哦，我讲你安尼呢，念经一功德，安尼你的心就啊足平静啊，充满了欢喜。你的祖先是靠你家己多，啊，你完成借助嘛靠你家己多。所以咱这个信徒听了咧，哭得水鬼咧，师父，我咧磕头磕三个头，啊，我讲你爱甲老祖磕头，咪甲磕头，无咯，老祖伫你的心内，伊也唔讲话，干那你要讲话尔，讲我要讲话尔啦，我甲将老祖的法传互恁知啊。所以咱迄个东信徒啊，伊就开始好书，我等下啊，我开始会咧读经啊啦，啊无来读咱的妙法。经过两年啊，等下我咧真趣味，家己就经猛读、猛想、猛念、用着念。啊，有一天转后生咧，向红为台北转来啊。讲伊头路歪做啊，歪食歪食头路啊，啊，未欢喜就心真乱。啊，过两天呢，伊后生都是台中尔，头路嘛未见食啊，啊，讲伊真艰苦。啊，过几下天呢，伊查某囝啊做老师，找未见教，讲囡仔做歹啊，那害啊咯。伊一生的幸福是安那？到即摆啊，啊，境外念无代志，念得出全问题。哦，紧张就起来了。我讲了，他已经读风水啦，一定恁兜的厝有人啊，这个建设
啊，所以影响就是经处，你不要画煞啊。阿叔有啦，我后壁一片就要起大楼啦。啊，自开始这一个月来咧，感觉万事怪怪啦。啊，都起大楼爱溜地基，乒乒叫，所以家内乱糟糟。我叫你读书，你唔哦，你个念经也无够，哦，你爱学易经，你才知影这个道理啊。啊，我要安怎啊？哦，我你都用这个安徽米，米拿安徽米拿红红，含盐，含盐呢，哦，拿拿的呢。不要么死好一三五七九那要的叮当啊你都叫叫鬼盘哦你这里加叮加话刷去念 On Money Baby Home On Money Baby Home 你弟弟在当然日头落山以后哦你都叫人做咯啊！囡仔才稳定，真好、哦，老师啊，人生是足无常的吼、哦。当时要安怎来，嘛唔知啊。出面头尾叮当，影响到我厝家未平安。哦吼，我将要来读册啊，我等下先做先平安呢。阿都叫伊叫来做。啊，这样稳定呀，囡仔都可以上班，都好休息啊。哎呦，所以我一定要来上课。在台中，啊，当时咱台中导航还未起，临时的来吹咧。我讲你爱跟人来上课啦，哦，来上这易经，人生无常，出名头尾，当时要变化你唔知，所以这就是妙法真言，胜过七宝，金银琉璃、马肉车骑、虎皮，胜过遐个宝，所以咱学到。啊，这是非常重要个人的因缘。啊，咱这位家的地主，啊，伊咧是咱台湾真大的公投会的委员啦。啊，伊都负责因分林地区的因海线啊，这个救济。啊，伊都因缘来上咱呢。华人班啊，发到伊所救济者呢，处长地理拢唔对，啊，等于呢，啊，伊就想想唔对，第二个救济嘛没办法，救济十多年啊，一直也无，啊，伊就讲讲，哎呦，某某人啊，我哩，咱哩功德会甲你救济啊，十多年啊。我这得到一个妙法，你的门甲换位，啊，你唔对的位甲换过，啊，你就免防救济啊。而且有个人呢，防救济比赚较好势啊，防救济比赚只较快活啦。哦，遐就咁样，恁有够无慈悲呢？甲救济十多年拢无爱阁继续。刚好没应该没自卑啦。哦，那么那些师兄呢，都当然舒服啊。这社会是安怎哈？往这啲可怜的地位、可怜的经验，啊，你都帮他忙没有关系。伊唔肯看阿公，讲讲咱人爱有尊严，何人救济咱是拢在欠人。这事情不得一定要救济，无唔对。啊，这大概是世间都是合作的会啊。
合作来合作去，做会到的甲做未到的斗三工是好。但是咱嘛爱希望，咱爱做会到后摆有一工换人甲斗三工啊，安尼敢咪足好个啊？我甲伊讲咧，所以伊迄日就无好个咧，一日一日拢去互改掉呀。啊，内底厝内底布置啦，摆设唔对个咧，拢甲刷刷咧啊。啊，若无做刷咧，两桶水的妙法，咱的阳宅风水啊，两桶水的妙法咧。啊，面桶啊，还是烟桶啊，关咧。啊，厝内底个凳凳叫卖电动，若无水就去补。结果过一年安尼啊，伊迄个二十外、十外号要二十号的救济号咧，剩三号，爱互救济。啊，原因顺序类。哦，所以风水学应用咱一个人伫世间的未如意，虽然是心灵、灵魂超越到世间的有为法，但是有为法。内底有有为法的真理，啊，所以咱的人辛苦投胎，灵性投胎身体来啊，啊，咱的身体呢会受到环境，因为你目睭所看到的，耳朵所感觉到的，鼻所感觉到的，嘴所感觉到的，辛苦所感觉的呢，迄就是风水学。所以咱家的思想就足欢喜啊，舒服啊，安尼好。我这里呐，看人家救济嘞，赶快我看完了，叫洪水叫改改嘞吼，拢有改善。咱人拢是些尊严嘛，哦，所以啊，咱要讲帮忙，这是咱的责任甲义务啊。但是要帮忙，你爱有法啦，你若无法，你底下皮皮穿，你嘛无法的啊，看伊真艰苦，救济。那像咱台东。哦，圆通法师，罗祖师尊呢，甲开始你爱去台东，啊，去遐度一方游园呢，啊，尤其咱少数民族，伫台东因的生活拢真艰苦，啊，就较轻较俭，伊那边未边安未顺时的时，啊，当然爱往救济嘛，所以圆通法师去呢台东，啊，到咱遐少数民族的。请他来读书，然后去帮忙他，一旦改善了改善了，结果，哦，那个成果非常的好，哦，所以，咱的布施人，三项布施，财布施，法布布施，将好的妙法布施人，你我都自己料理料理家己，啊，无畏师。咱免甲人讲，咱就尽量改斗三工。哦，所以罗道师尊传这个妙法，这就正如《金刚经》所讲的，啊，咱就传妙法，四句偈，四句偈，啊，你有四句的真理，你一旦为人服务，为人开示。啊，指点人生的方向。啊，那你的功德就足大，幸亏你送予人金银琉璃珠宝，啊，满处金，那无平安开袂着，袂顺利，真紧就了了去啊。所以，咱的妙法易经风水，甲宗教的修行。啊、哦，这个素养本来就一体的啦。啊、哦，为完各位同修，哈、哦，咱好好啊，把易经风水甲宗教三合一啊，哈、哦，加学个好。我相信咱社会家家户户都是那一个福一家庭了啦，祝福各位。